哎呀，我们总这个大抠门，居然把他心肝宝贝儿都拿出来了。哎，看来这次下了血本啊！你们两个，哎，过来帮忙。来了。 来，为我们即将成为合法夫妻干杯！小点声。干嘛呀？整天鬼鬼祟祟的，跟做贼似的。黄奇阳反复强调过，禁止办公室恋情，一旦被发现，咱俩就玩完了。黄奇阳，原来我只是你的同事啊。那不一直都是吗？ 才不是呢！嗯，我操！藏起来！藏起来！藏起来！李小维，我听见了，你在里边呢，开门！开门！ 黄导，你有啥事儿啊？干什么呢？鬼鬼祟祟的。没有啊。怎么这么大酒味儿啊？ 想起来了，刚刚用那个酒精擦那些配件来着。对，黄总，您找我有啥事儿啊？你们常总让你健康设备，打你手机打不通，怎么回事？哦，你快点啊！啊！哇！怎么了这是？我肚子疼。这时候你怎么？你去医院吧。没事没事没事。 黄总，我坚持了，说。哎，这才是我们东大的人呢，是不是？轻伤不下火线，好样的！啊！哎，马上就到。林林，出来！我怎么？没事，我给你去拿创口贴。走走走走。